明天是什么味道？巧克力，一个吻，体验过的美好。你正在创作你自己，我们正在创作明天。代理冲撞正流行，明日等你。明天是什么声音？那些声音的背后是什么？是年轻，是出发，是我们，是冲撞。你的声音将会成为明天的语言，带领冲撞正流行，明日等你。明天是什么样子？明天你想干嘛？明天是什么样子？就是你们的样子。你的态度就是你的 logo， 你的厂牌，你是国王。带领冲撞，正流行，明日等你。明天是什么画面？迷雾，天气预报，16:9的监视器。麦克风，一束聚光，用音乐如创作，甚至是更大的、更具破坏性的想法，炸毁俗艳的标签，带领冲撞正流行，重新定义，明日等你。